个就是中环，这个就是尖沙咀，咁过嚟呢边咧就是金紫荆吓。这些是拉塔纳经常给游客讲解时说的话。拉塔纳是一名入行超过20年的泰国鱼导游，可是近两个月他已经很少有机会说了。香港修例风波持续两个多月，国际形象受损，不仅内地游客来香港的大幅减少，外国游客同样也减少了。众多外语导游停工失业，拉塔纳也失业了，家庭经济状况陷入困顿。他不禁对暴力示威者发问：香港是发地，为什么要对我们的家做出这样的事？他不够胆来嘛，即系成日报道好啊，好紧张，又打人、打差佬啊嗰啲啦嘛。咁而家咪变咗佢好惊咯。佢哋咧就话：点解香港会咁样咯？其实香港嚟讲。香港好好的了，根本就变得搞到这样，就希望他们没再搞了。拉塔纳从泰国搬来香港已经超过20年，接待过的泰国游客难以胜数。他每年住在香港的日子比在泰国还久，早已视这里为家。在他眼中，泰国游客喜欢香港，觉得香港是大都会，现代文明的城市，风水很好，泰语意为发地。又因泰国人信奉佛教，喜欢拜神，哥哥来了之后再回泰国做生意，赚了钱便还会再来。他们觉得香港值得一来再来。但拉塔纳没有想到，发地却在如此短时间内变得门可罗雀。四月复活节假期时还每日工作近10多个小时的他，已经快两个月没有开工。今年被人 cancel 了很多咯，7、8月、9月那些都 cancel 了很多。以前有時100多、200個下四架車，7月中咧，我哋仲坐四架車，咁咪就冇啦，啊就冇啦，即係係嗰啲公司啊，即係嗰啲抱團嗰啲咧，啊就而家冇團啦，手一停就手就停噶啦，啊我哋年紀又大，唔知做乜嘢咯而家，即係我哋做咗幾十年到而家啊嘛。拉塔纳表示自己现在非常伤心，家庭财政状况入不敷出，因为收入骤减付不起太多租金。拉塔纳和女儿原本住在2间房，现在要挤在1间房内。拉塔纳的妹妹也是导游，日前因停工而忧心忡忡，最终病倒。我个妹即系佢以前都系做导游嘅，但系咧佢做就而家冇嘢做，又担忧一滞啊，个人又血压高。又有少即系爆咗血管咯，就即系好大件事咯。拉塔纳的遭遇绝非个案。香港专业导游总工会主席余丽华表示，现实香港每天只有寥寥数个团，每团人数才几个人。未来9、10月份，很多旅行社订单为零，团数人数骤减，导游均处在失业边缘。原來嘅我哋嘅入境嘅咧都有成400多人啦，即係400多個團啦，但到而家咧可能係剩翻大概10個團左右咁樣樣，所以而家我哋有成將近差唔多有成1000個導遊咧已經咧係冇團帶噶啦，好似琴日咁我都見到真係好似呢個嘅一啲嘅歐美團啦，得8個人啦、10個人啊，甚至有得4個人。好似日本團咁，又係得嗰4個人。咁你而家咁樣樣嘅話咧，都係好影響，因為喺佢哋嘅心態上邊咧，係有種威脅啊。香港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已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香港發出旅遊提示，全世界電視新聞都在播放香港的混亂情況。香港對外國客人來說，變成了一個不安全的城市。有啲客人咧係同佢哋講咧係話唔會嚟緊半年咧都唔會嚟香港噶啦，亦都叫佢哋嘅旅行社幫佢哋將佢嘅目的地咧轉去深圳啊或者係澳門其他嘅城市，咁所以咧就對香港個影響係非常之大。我哋而家知道咧差唔多入境嘅團咧已經冇咗70-80%噶啦。拉塔纳不禁感慨道，哪怕是在2003年香港爆发非典疫情时，旅游业世道也不像现实这般不济。拉塔纳很茫然，他只能用泰语表达出一名泰国裔港人的愿望，社会停止暴力。可是不通立足来压你，可是香港没有办法那通跳这里靠吗，
ไหว้พระไหว้เจ้าให้กลับไปมีแต่ความเจริญจะได้ธุรกิจจะได้รับรื่นนะ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